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预备军异常庞大。以北京为例，糖尿病人群占12%至13%，而预备队的人数相当于这个的2-3倍，也就是说30%至40%的人都有糖尿病的风险。其实早期的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的，它在咱们的身体上会露出怎样的蛛丝马迹呢？今天就来告诉大家糖尿病自检穴位——地基穴。地基穴位于小腿内侧，应临泉四个手指的距离。如果您的地基穴以下这四个异常表现，就要当心：一、一碰就疼；二、触及薄片状条索；三、触及条状条索；四、硬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耐量受损阶段。这个时期一摸这个地方就疼，很明显的疼。糖尿病实际上就是胰腺的问题，一方面是胰岛素分泌少了，另一方面是分泌的质量不行。地基穴往往又被称为胰腺穴，胰腺的病变在这个地方能够找着点，所以糖尿病的问题在这个穴位上也会有明显的表现。按地基穴，你有异常表现吗？如果有，接下来的降糖保健操可得好好练练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在床上拿脚后跟去蹬地基穴，左脚蹬右脚，右脚蹬左脚，各蹬100下即可。今天的养生知识你学会了吗？喜欢的朋友评论转发加关注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个关注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